2011年10月13日，全球首座汉学院在马来西亚马六甲正式揭开序幕。英国哲学家汤恩比博士曾经说过，要拯救21世纪，唯有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传统中华文化的智慧和道德价值观，经过5000年历史的考验，再再证明了国家能维持长治久安，并非全然依靠武力或是经济。在东方，我们把老祖宗的教诲都要有，应该有两个。从满清慈禧太后之政，对这个事情似乎没有从什么重视啊。我不知道清朝开国的那些帝王都是三宝弟子啊，对于儒释道的非常尊重，而且真诚的去学习啊，所以造成这个前康的盛世。我们能体会到这个乾隆康熙超过中国古时候汉朝的文景，唐朝的贞观开元啊，这是因为他们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热心学习，而且他们都能够用在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啊，他都用上啊。那么慈禧执政之后，对这么做，苏佛的道理，我觉得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缺少认识，就自称为老佛爷，这自称老佛爷，那就把这个儒释道贬低了。你看以前皇上呢是以学生的身份看待老师，现在他高高在上，他是老佛爷，那儒释道三家的旁边站。那么到民国，中国社会是个动乱的局面，首先是军阀割据，以后是对日本的战争，所以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根都拔掉了。我们在70年代听到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常说，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他讲的东西很多，我也都看过啊，我们对他非常佩服啊。那么他虽然那么说，实际上理解的人并不多啊。我说提起儒，你们会想到4书5经13经。那肯定不想到啊，提到道，你们会想到老子、庄子啊；提到佛，一定会想到《楞严经》《法华经》啊，这个《般若经》这些大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儒释道的花朵啊，你看到非常之美。那花从哪里来的？你懂吗？啊，花朵从哪里来？从枝条上长出来的，枝条从哪里来的？从树干上长出来的，树干从哪里来的？从根本上来的。你知道儒释道的根吗？确实他们没想到。哎，我是儒释道的根重要，没有这个根呢，哪来的花果啊？啊，儒释道的根。就是我们这些年提倡《弟子规》是儒的根，
太上感应品是道的根，十善业道经是佛的根，啊，如是道三道根的，在中国过去对这种扎根教育非常重视，一点不敢疏忽，所以世世代代都有贤人君子出去的，啊，这有道理的。中国的家教是大家庭制度，九代同堂啊！啊，你往上面去看，有父母、祖父、曾祖父、高祖父；往下面去看，有儿子、孙子、重孙子，啊，孙子是啊，这是九代呀、啊。那个大家族如果没有规矩，那不就乱掉了？所以家有家道，有家规，有家学，有家业。啊，这个是中国几千年长治久安的大根大本。为什么人都比家子好？啊，所以人人是好人，事事好事。所以你就想在中国这个家，特别是家学、家规，对于国家民族这个社会造成多大的影响？2005年。中国安徽庐江县汤池小镇施行了一项教育实验，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为教学原则，让全镇民风明显的改善，重现了古时候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汤池成功地向世界证明人是可以教得好的，而这成功的教学经验也成为今日汉学院成立的契机。以儒释道三家教育为主的汉学院，除了弘扬中华汉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学问，更致力于恢复三教之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期望能化解社会种种问题，使家庭幸福，社会安定，天下和睦。中国文化思想就四个科目啊，古人20个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我相信穿10万年都不会穿错。那既然他们记得清楚嘛，那五常就5个字，仁义礼智信。四为4个字，一义两智，8个字，孝悌忠信，仁爱和平，传上10万年都不会犯错，不需要文字啊，人人都能够遵守，那就是和谐世界，幸福美满的人生。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界，是中国文化的世界啊，不是中国政治，不是中国军事。不是中国科技，也不是中国经济工业，不是的，是中国文化。啊，只有中国文化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我们有幸报道，要万人放下，一心一意集成传统文化的这个使命。啊，这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啊，我们只有这样做，才不辜负老师。啊，不辜负佛菩萨，不辜负祖宗之德啊！所以我们的文化要往外推广，我们要爱我们的村，爱我们的乡啊，爱我们这片土地，爱我们这个都市，爱国家，爱民族，最后升到我们爱全世界。第四个里面说，凡是人皆是爱，这就对了啊！把中国传统文化做出来，真干。尽心尽力去做，会做得很远。秉持着弘扬传统儒释道的圣贤教育为目标，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中心于2009年成立了。经过多年的耕耘努力，中华文化逐渐在这片融合各个不同族群的大马土地上开花结果。圣学跟科学不一样啊！我们今天的人一般人说科学没问题，
是圣手的心啊，圣手用真诚恭敬心啊。印光大师说的对，一分沉静得一分理解，十分沉静得十分理解，万分沉静得万分理解。你没有沉静心，你就什么都学不了，你所学的还是知识啊。这是眼前最严重的一个考题。所以我们不希望动物啊，尤其我们的这个汤池小镇的事业解散啊。当时就听到这个话很难过，他告诉我一夜没睡觉啊，想这个问题，第二天来找我，那不解散行不行？我说不行。当时就中奖，搬家行不行？我说搬到哪去了？搬到马来西亚了？我说什么啊？他说可以啊，啊，去。我说那可以，你就试试看。他在教育部注册，我说那不行，奇怪，这些人呢，就这么容易啊？当时这个教育部长说很欢喜。他是马来人，是虔诚的穆斯林，跟我们讲穆斯林对《弟子规》的时候一点都不反不违背古兰经的教义啊，我们可以接受，那太好了啊。所以我就动了个念头啊，以后我跟但是也谈了很多啊，在这边一些朋友们说，我们可以把欧洲的汉学应该搬到马来西亚去啊。什么原因呢？马来西亚有600万华侨啊，有20万的在学的学生啊，而且在全世界华侨当中，有马来西亚华侨最团结，它有1000多个小学华侨，有60多个中学，那还是在此地肯定会超过英国。所以汉学院除了自己办学之外，汉学院所在的这个地区啊，希望十年之后它就是个文化城啊，儒释道的文化城啊，把汉学的精神、汉学的文化都能落实出来。这个是成功之后会做全世界的典范。除了大马华人对承传儒释道文化的强烈使命感外，马来西亚政府对释净空老教授教学理念的认可，也是汉学院能顺利成立的重要因素。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获得批准建立汉学院。汉学院的成立，各方都乐见其成，许多人更不远千里从海外前来，用行动支持即将在10月13日举行的动土仪式。借着此次难得的机缘，众人齐聚一堂，相互交流。在今日的动土典礼中，共有15个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宗教代表，近1500人，以及逾2000名民众出席。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也应邀参与主持此盛会。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delighted to be able to officiate the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at the future site of Malaysian Academy of Arts. This event becomes so much more meaningful because many of you have turned up to be part of this historic event. And I am truly delighted that there is such strong support for an education concept that promotes not only education, but also the practicality of knowledge and values education
to bring happiness and peace to humanity and the lives of people. When Admiral Zheng He, or Cheng Ho, he is normally known as, came to Malacca in the 15th century, he came with 28,000 soldiers and 317 ships. But he came with a mission, and that mission was to spread goodwill between China, or the Chinese world, and the Malay world at that time. He came with a hand of friendship. He came to spread goodwill. He came not to conquer, but to build a lasting friendship with the Malay Sultan land and the Malay people. He had the strength, he had the resources, he had the ships and the men, but Admiral Zheng He and the Chinese people had the wisdom, had the values and the character. They believed that they will be seen as coming from a great civilization. If they came not to conquer, but instead if they came with a hand of friendship. Master Chin Kung said in his speech that this Academy of Art Studies is not about Malacca, it is not about Malaysia, it's about the world. It's about how we can put this Academy of Art Studies in Malaysia, in Malacca, and have it as a beacon of light for all humanity.郑和文教信托主席丹斯里李金友也致辞表示，要改变现今社会的病态和乱象，就要从教育着手。我们的身体如果病了，我们可以去找医生，可是当我们的社会病了，我们找谁好呢？那么答案是一个，我们只能够找教育。所以我希望这个汉学院呢，不是属于我们董事级的，这个汉学院呢是属于希望，他希望可以造出一个榜样给全世界看。所以我希望大家来共襄盛举，好不好？致辞过后，
首相亲自为老和尚所提的善名受印，老和尚则赠送一把琵琶，代表凡事要走中道，不太紧也不太松。在众人的祝贺声中，汉学院正式揭开序幕，预计18个月后将正式与世人见面。汉学院规划拥有4座校舍，并设立生活体验区、教学区、行政楼、修行区、自主生活区等，一旦完成启用，预计可容纳800名学生。相信届时，这座全球唯一独立的汉学院将为世界和平做出更多的贡献。